你没有贪污，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特别有提到说第三行下因为政治利益介入，孙英朋友回击说认为您是因为双子星不满才会这样子的发言，以及他说您的五大弊案是什么力的介入导致无疾而终，要您说清楚。孙英朋友知道他是念台大土木系毕业的，他也是高知识分子嘛，人家批评你要回去深刻的反省，这个道理我们被人家批评是不是真的错了，我们哪地方改进，我们都希望台湾好嘛。2016年1月16号我是支持小英的，我怎么不是？可是你怎么搞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没有贪污，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，不是吗？